才会平安的。基本上下面还有一些余热，所以说下面有一些蛋会先熟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一直要铲，铲锅底。我把火关小了，铲锅底，让锅底会有那种表面的感觉，把表面熟的蛋先把它铲起来。你还有一个。你拿，你在对于小 case， 你在做什么？现在应该，再等一下，等它温度就上升起来。然后在这时候，我就一直要缠着。你这边应该闻到那咖喱味道。这道菜香港人超爱吃，你可以过来点，把你推进去。这道菜是香港人超爱吃的，然后台湾来的大概一半一半，然后台湾来主要是他们都觉得螃蟹吃起来麻烦，改成虾可以，就。香港人吃蟹没问题，香港人很爱吃螃蟹，避风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超爱吃螃蟹，所以我有可能会改位置，会改到那个水门市场那边去。你说地点？对，水门市场那个有个霓虹夜市。教学还是？可能都会吧，就是教学会变成那个。